Miri, sen de şey kısa birey. Sen de kız açtı.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，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，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。老者这两天也是忙忙碌碌，他在自己家的工地上视察，虽然他这没有出去找他的女儿来了，可是他心里也是很牵挂他们的，只是嘴硬心软，不承认他对女儿的记挂。其实前两天老者也托人找过来了，可能是觉得自己放不下面子，就拜托了几个老朋友去找他们。因为这两天政府在强行拆除临时庇护所，老者也在猜测他女儿待的地方肯定也被推了，也问了大山里的一些游牧民族，大家都说没有看到他的女儿。老者的几个朋友已经和他说了，他们没有看到他的女儿和小外孙，他认为他带着孩子也跑不了太远，如果找不到肯定是故意躲起来了。老者认为莱拉就是在和他赌气，和他对着干，这让他心里更加生气了。他就要看看他在外面躲到什么时候回来。其实他们父女两个真的是很像的，平时看上去脾气都很好，可是一旦针尖对麦芒却都不相让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要较真到什么时候。很多网友都在评论区留言了，说老者不是平时挺善良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？还有就是他竟然能帮助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受苦？其实这件事情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，大家都以为他们父女俩吵个架没多久肯定就和好如初了，可是现在却越搞越僵了。分析下来看，他们父女两个没有一个愿意退让。莱拉当时一口咬定阿萨尔欺骗他的爸爸，他的爸爸还想和他结婚，真的是太不理智了。可是老者却觉得他看人的眼光很准的，莱拉说的话太武断了，阿萨尔是个好女人，不是他说的那样，他这样说再不给他爸爸面子了，也不关心他爸爸的一生幸福。老者却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心意的，只要阿萨尔愿意，他不会放手的。其实那天康特也提醒过老者，如果你真的和阿萨尔结婚，后续有很多的麻烦，他的前夫是个瘾君子，肯定会过来吵闹。但是老者当时就说了，这些事情他也已经想到过了，这都不算事，他来吵闹无非就是为了钱，到时候他给他一笔钱打发他走就可以了。康特看老者说得这么坚决，也不好再劝他了，毕竟他和莱拉不一样，他不是他的儿子，有的话没有权利说。其实阿苏法和他的哥哥也劝过老者，让他不要那么急着谈结婚的事情，毕竟他和阿萨尔认识的时间很短，还不够真正的了解。虽然阿祖法也希望老者能找到一个知心人，但是他也希望老者不要看错了人，他为了能够和阿萨尔结婚，现在和女儿有了那么深的矛盾，看来他真的不是说说而已。老者今天又带着阿萨尔去了阿祖法的工地，他还真的是走到哪里将他带到哪里，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更进一步了。没多久妈妈居然过来了，他看到老者和阿萨尔就骂骂咧咧没好话，他说，你们这两个人居然又到我工地上来谈情说爱了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妈妈过来直接赶老者离开，他说，我已经在这里守株待兔好几天了，今天终于等到你们过来了，我再次和你声明，这里的地皮是我的，你没有权利在这里。阿萨尔想要劝劝康特妈妈，他说，你老是过来打骂是不对的，这里是阿祖法和老者的地方，你不应该过来。妈妈不想听他们说这些话，已经开始直接动手了，他一身蛮力只想教训他们。老者和妈妈说，你不知道什么是法律，这里的地皮我已经有了土地证，你就是说翻了天也不可能是你的，而且我已经把证件给你看过了，你就不要再过来无理取闹了。妈妈一口咬定那是你骗开而转让的，我不承认土地证也不算数。
老者不想在阿萨尔面前老师和妈妈打架，觉得有失风度，他极力地想说服妈妈，可是妈妈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，他一言不合就在这里动手，因为他非常的气愤。他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了，也没有等到康特。妈妈又质问老者，你赶紧告诉我，康特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买了新的地皮，他这个不孝子一天到晚躲着我。老者和他说，康特的事情我无可奉告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。妈妈非常的恼火，你们俩现在是一伙的，我的儿子怎么成了你们家的了？他现在只听你的话不听我的。老者和他说，因为你没有做母亲的样子，你一次又一次的做错事情，让你的儿子彻底的失望，他已经和我说了，从今以后不再认你这个母亲。妈妈听了暴跳如雷，她前两天正在为康特和阿祖法离婚而洋洋得意，哪知道她现在居然找不到康特了，她要趁热打铁，给康特重新找一个合适的妻子。妈妈前两天也把杰斯骂了一顿，说她去了几天也没能挽回阿祖法的心，太没有用了。妈妈不了解以前杰斯是怎么伤害阿祖法的，他怎么可能原谅他？妈妈真的是太自信了，他也不看看他们家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，他的儿子现在没有正当的工作，连个房子也没有，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？只有阿祖法愿意跟他吃苦，可是这样的女人他却看不上。重要的是康特有这样一个强势的妈妈，别人也不敢嫁到他家去等着受欺负。妈妈今天在这里等着老者，还有就是问他吉尔纳的事情，他的侄女儿应该真的失踪了，可是这件事情真的和康特老者无关，他们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老者一句话也不想和他多解释，和他说再多他也不相信。老者已经开着车子带阿萨尔离开了，不管妈妈如何喋喋不休地骂他，他也懒得和他多说一句，只是晚上的时候他肯定会打个电话给康特，让他小心一点，他的妈妈在到处找他。